今天朋友请来吃饭，是来帮他拍他的菜单，是那种西餐馆，在塞扬帕拉关。等一下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是泰国最汇率最好的饭店公司，在塞扬帕拉关第三层，然后我的朋友开的饭店是在第四层，在那个美食区那边，就做那个烧 pepper 盐跟胡椒粉。等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好吃的，他请我去吃饭。这里最出名的猪排，试一下。它的肉很嫩。三文鱼，意大利面加了一个生蛋，这个好吃。
看一下这个是什么。这是莫斯科的馅饼吧，第一次吃到。牛肉汉堡，เธอต้องรอนะเพราะเธอนั่งกับเขาไม่ได้เขาติดโควิด